威尼斯教堂可以说是和妮可相遇的序章，与麦尔斯的战斗也是我第一次迎接死亡，也回想起赛特单恋的莉莲，从火刑场救了阿拉伯人，威尼斯的章节也告了一段落，离开前甚至和阴阳怪气的康纳里士会了面，暂时来到船只所在地海地避难，却仍需出发找寻航海地图。妮可在这个时候也找到了炼妖湖，我当时很喜欢这个平和美丽的空间。这时候玩家就可以回到威尼斯拿取未拿的宝箱，第一件事就是找到小约翰偷听狗开会拿空白符纸，酒店老板也重新开门让玩家可以拿到圣皇靴，我也再次回到地下水道抓幽灵当护驾，让敏捷加二，幽灵护驾在身，圣皇靴加持，我们准备好迎接下一段旅程了。